我们欢迎全能女神安心亚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别再撑了。是因为怕孤独，试着给他们些。
让现场的气氛嗨到一个高潮了。对，哎，人夫，你怎么看那边不看我们家欣雅呢？嗨，不是啦，他今天算是穿得非常有诚意，啊、我都人夫了。回去要背算盘了啦，谁受得了、哎？太火辣了，掌声给女神，再次鼓励一下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大家看到现场15-16度哎哦，很冷、啊、哦，还好啦，外套蛮厚的。哇，还可以哈、哦，还可以。你穿毛衣哦？我里面还发热衣嘞，还贴暖暖包呢。
哇，这个安心雅我们一直知道就是一个全能一个唱跳歌手嘛。对。但是前一阵子我们知道之前好像有跟萧煌奇大哥合作，还唱了台语歌哎。对对对，我第一次唱台语歌，然后有被萧煌奇老师刁很多台语，我才发现我台语很烂。还不错啊，还很烂。很烂，对。那有没有什么是他教你，然后你讲得很夸张，就是很烂？是也没有，但是就是有一句什么清秋，我怎么讲都是不标准的，都不标准，就是清秋什么什么样子。这个要平常要好好练啊，要练习。我等一下的点灯的 OS 稿全部让你用台语来练啊。啊，要整死人了你。哎，接下来呢，这个阶段呢，要邀请安心雅呢，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做点灯的动作。好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场倒数十秒，可以吗？大家一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那我们点声。开始倒数，来喽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喽！满2017年新北市欢乐耶诞城从11月20号开始点灯，火车一开始之后呢，好评不断，达到了全国面积最大的 3D 光雕投影，可以说有21个篮球场这么一个大，全球唯一360度的 3D 光雕投影，那么耶诞树受到所有观众朋友的喜爱。今年新北市政府在录影金氏世界纪录的新加坡特型合作，运用48台高规格投影机，将特效亮度全面的升级。而且今年周边的耶诞灯饰，从以往的市民广场还有万平公园，再扩大到板桥车站的站前广场，一共有3大灯区，包括市府魔幻灯区、站前闪耀灯区，还有万平塔通灯区。同时也是首度使用高科技的智能移动投影技术，将绚丽光雕投影延伸至板桥车站大楼，再创傲人纪录。我们现在说透过我们电视机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朋友呢，看到我们的 3D 光雕的投影，然后我们的视觉特效也是下起了雪花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耶诞城了。我们新北市欢乐耶诞城每天从下午5:30到晚上10点，每半点以及整点将分别展演《时光机历险篇》以及《马戏团欢乐篇》两个不同版本的光雕投影，可以说是非常生动细腻的动物动画，更闪亮酷炫的特效，再次来撼动所有民众的视觉感官。欢乐耶诞城。